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。孔方救出向海殷后和藤山打起追击战，他们不能回墓穴，只能拖延时间。日军向众人释放毒气，严学武为掩护众人逃走，和敌人同归于尽。孔方和向海殷也回归了平静的生活。孔方无法突破日军看守，只好顶替第二个活体去往实验室见向海殷。当向海殷看到来人是孔方时，顿觉晴天霹雳。但孔方镇定地一步步攻破了瓦格纳的心理防线，说服瓦格纳与他合作。他们计划由瓦格纳为孔方注射毒气，保证他进入植物人状态但意识清晰，再让日军将孔方尸体扔入悬崖下的湖水内，由向海殷通知巩大河湖内接应。快，这分明是想用化学武器来对付，这次他们还把炮兵放到最后，这也分明是想先放咱们进去，然后先打瓦斯，瓦斯部队后撤，再炮轰我。好啊，鬼子的想法不错嘛。那我们也变一变。这样啊，战斗一开始，部队先不出发，把炮兵调到最前沿，轰他的瓦斯部队，这样他的炮就使不上劲儿，等于废了一样。等鬼子反应过来往前调炮的时候，我们发起冲锋，打个时间差，进山。大河，有在带到你这个，啊，你别站着，就坐。报告连长，不，报告团长，不敢。什么叫不敢啊？报告团长，你是团长，我是八路军特务连的战士，级别差太远。你是特务连的战士？是。谁批准的？孔元连长批准的。我是孔元。开始招兵买马了，哼！团长，那算数吗？孔连长的话算数吗？算，算。谢谢团长。那我能参加今天的战斗吗？哎，战斗你就不要参加了啊！你也没接受过训练。我水性好，我能够帮着捞人捞枪。鬼子那两挺机枪就是我从湖里捞上来的。好。有了这两挺机枪，孔元他们就应该能支撑一阵儿。是，陆达说了，够小鬼子喝一壶。好啊。老师，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？不会的，彭伟阔是一个有事不过夜的人。今天他们送海殷出山，概率应该在95%。孔老师啊，跟你在一块真有意思，我听了好多我这辈子都没听过的道理。不要冲动啊，孔老师不是已经在路上埋伏了吗？其实我倒希望他们越晚来越好，他们越晚来，我们的成功率就会越高。为啥？因为我们救出海殷之后，日本人肯定会围剿我们。那个时候我们不能躲在古墓里去隐藏，只能在山里跟他们周旋，而且得保证8点之前不能被他们抓住，因为团部8点钟要发起总攻。孔老师，等救出向海殷老师，我带你们去一个诡异的地方。什么诡异的地方？
连长喜欢吃药子弹，有一回啊，我跟着一个老药子，跟着跟着我就跟到了他的老窝里。可是这时候我突然发现，我不知道在哪儿了，哪儿哪儿都一样。你啊，一准是遇到鬼打墙了。藤山君，压死我一个女流之辈，你们需要这么多人吗？我不会跟你说话的。你怕我？随便这么认为。如果不是张军交代的话，你要为自己的话吃苦头一。那你后来是怎么出来的？后来我就一想，我肯定是遇着鬼打墙了，然后我就逮了一只山鸡，把它俩翅膀全部都绑一块儿，然后它在我前头就蹦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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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来我跟着它我才跑出去的。嘘，有情况。到时候听我的，哨子。孔老师，我能跟你商量件事吗？你说，要不我吹哨子，你去撬石头，好不好？绝对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海英的关系比较特殊，如果我砸他的话，一定会打中他。哎呀，老陆，孔老师说啥就啥，咱们就执行啊，概率之交。到的时候你吱应一声啊。坚持两分钟，来，
为是幽灵岛吗？人说冒出来就冒出来，几个人？两三个，没看清楚。当向总走的时候，最好能带毒气筒。你带上十个人的支备队，带上毒气筒，抓不着人就别回来了。就这儿，学我，在这个地方过来，一会儿我们藏在那个地方。好，老陆，来。死！不能开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跟他们耗时间，不是杀死对方。别过来！王老师，那我们现在干啥呀？还在原地埋伏，让他们在哪里摔倒，还在哪里摔倒。得嘞，老陆，走。现在赶紧撤，他不隐蔽了，不能再隐蔽了，因为他们第二次被炸就知道我们会在附近，所以我们赶紧走啊，撤，快快走。嘘，都轻点。孔芳，咱们得避免走回去，要不然那就是自投罗网了。这上哪抓野鸡去啊？等一等。大家别急，其实鬼打墙呢，也是一个科学现象，因为生物运动的本质就是一个圆周运动。如果我们没有方向的话，我们走的将永远都是一个圆圈。人要辨别方向，主要靠的就是标志物。如果标志物给你造成假象，你大脑得到的讯号是错误的，你感觉到你是有方向感的，其实是一种本能的运动，也就是圆周运动。在古代有很多迷魂阵，用的也是这个道理。马队，咱们怎么着才能走出去啊？找一个不变的标志物，至少是暂时不变的。往这边走。
慢点。本当に全員もらったのか。全員もらいました。なぜ2個残ってるんだ。わかりません。将軍に伝えてくるぞ。何かある。将军，今天给工人的饭里最后多了两个窝头。快说，那两个人去哪了？他们是不会说的，就这么大的地方，他们跑不了。封条有人动过，把它打开。没到预计时间呢，赶快，你走开！完了，暴露了，跟他拼了！别冲动，先撤出去。
天宫。石连军，带人去拿气体溶液。嗨。我喜欢吃妈妈给我烧的红烧肉。小时候，她最喜欢给我做红烧肉了。她希望我可以吃多一点，以后长个大个子。那她现在在哪？她去世了。上街买菜，遇到你们的轰炸。对不起，很抱歉。石天君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彭连长，咱们打不打？他们人太多，
咱们子弹不够，打也无济于事，还是顾全大局，等到总攻的时候吧。 将军，任务已完成，让工兵队把地道口封死。哎，怎么还有20分钟？喂，中队，喂，三队。
混蛋！快去救婉了。多人已失守，八路军已经打到山洞前。把山洞口先给我守住。
好端粮。好，王站长，你小心点，我掩护你。抢占制高点。好，哎，刘达，带上海燕。好，向老师，跟我走。向老师，走。
哥，嫂子呢？跟陆达在一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鬼子已经被我们干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黄伟阔还没有死，小心！岗上那个鬼子！孔爷，起来！好。我正找你呢。说这些东西现在要是一起爆炸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整个虎头山都会没有。很遗憾，你没有机会了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吗？清楚，只要我扣动扳机，你那张诡异、深藏不露、不紧不慢、假装神秘的脸，瞬间就能变得苍白、僵硬，还很痛苦。
张笑脸，死了以后，孔元，小心！千里の帝、文傑に会する。常より敵を理解することで腐敗となると説いてきたが、まさか全てを失い敗北をするとは。敵は考えていたよりもはるかに強大であった。苦心して化学兵器を開発し、我が軍の最後の生命線としようとしたことは間違ってはいない。間違っていたのは中国を選んだこと。最も遠大な精神を持った決して勝てぬ国を選んだことだ。私は陛下を呼び日本の期待に応えられなかった。これより武藤山のもの全てを道連れにしてゆく。それがせめてもの償いだ。九十六人，阵亡九十四人，临时交援一人，现有三人，请首长检阅。
休息吧。是。孔老师，你保存了我们的力量，我谢谢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向海英你好，如果你读到这封信，就是我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，另外一个世界，也许更美好。我在那里，至少可以找到我的妈妈。她已经比我更早去了那里。我把降魔杵留给你。妈妈说，她能降魔。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？可惜我看不到了。我要是不当间谍，也许我能成为林徽因，也许能成为冰心，也许我比他们写的都还好，谁知道呢？如果方便，你把我写的理想园刻在我的墓碑上，那是我写的最美的句子。真的活着回来了，我真回来了，爹。不走了，爹，鬼子还没走呢。爹明白，鬼子不走，咱就安生不了。没错，爹，我还得继续打鬼子去。打。爹这儿还有几罐的银元，你拿着。给部队买枪，爹，咱八路军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。我是你爹，我不是群众。那国军闺女呢？阵亡了。那可是个好闺女呀。你怎么没穿军装啊？我被部队开除了。为什么呀？说我没纪律性，不请示汇报，就擅自行动。擅自行动可不好。想干点啥呀？还没想好。我给你几亩地。在这儿成个家，这儿比你枣庄土肥养人。走，进屋，哎，喝茶，哎，咱俩得好好喝顿酒。好的，爹，走，爹，走，爹，快去。
今天有好看的新闻哟。